是不是脚扭到了？还能动吗？还没走呢，我没打上车呢。那一会儿我们家见吧。好。这是什么？大哥，我有腰伤。啊，大哥，我还有腿伤，还有内伤，大哥。追了你三年多，没想到你真的能成为我女朋友。那你就当做是中了彩票吧。啊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我的命实在是太好了。今天的味道怎么样？啊，谢谢，非常好。OK， 来，宝妮，这是今天早上刚运过来的鹅肝，我特地给你点的，你尝尝。哦，我节食呢，这鹅肝热量那么高，那我不胖死了。啊，这是我精心给你挑选的，你看看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这是今年最新的限量款。奇怪，
我明明应该很喜欢的呀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说他，还是说我？啊。好，王妮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刚刚交往，很多事情得慢慢磨合才行。来，再喝一杯啊。这个呢是美术概念图，这是剧本，那个是原著。这次这个《倩女幽魂》的电影啊，是大明星何明朗的重头戏，找我们来当花艺设计呢，也是想在电影宣传上多一些噱头。听上去还不错。现在的电影宣传是最流行的时候，他们宣传他们的电影，我们借机宣传我们的公司啊，正所谓是一举两得，一箭双雕。雌雄了。咎由自取。啊？就这个宁采臣哦，分明就是想有一番奇遇，才硬闯蓝惹寺的。我问你，换作是你，那寺里阴森森的，还死过人，你会住在那儿吗？这话不是这么说的呀。那如果有一个活脱脱的小倩在那里等我的话，我觉得我会的。所以啊，他根本就是被美色所诱。要我说，就算那妖怪弄死他，我也觉得不冤枉。嗨，你这个脑回路怎么这么清奇啊？人家观众买电影票去看《倩女幽魂》，谁会考虑宁采臣留在寺里的动机是什么呀？你这太理智了，一点儿也不浪漫。怪不得年纪一大把了，还是单身狗一条。你就不是单身狗啊？我不是怕你寂寞吗？没人要还嘴硬？你恋爱绝缘体？你内分泌失调？变态石花。老板，爽够了吗？干活。采臣哥哥，是我，聂小倩。